富里年轻人为稻田举办音乐会，吸引上万人拜访小镇。鱼鳞口服以 AI 大数据养食班，年轻人回流找到希望。还有石碇萤火虫书屋，从捡垃圾到课后辅导，一群人一起让故乡不一样。台南新化保存碾米厂，不要变夹娃娃机店，街屋活化成为观光新亮点。礼拜天中午1点，台湾亮起来，跟着在地人拼地方经济学。